加油啊！我刚刚输两分而已。小高，刚输哪？我刚刚输两分而已。你说对，你说对，我也说。不是我说，我刚刚跟一样的人，你输他两分。对啊。设计师后面去三分，就他比你多一分。我看这一球还断掉，是真的很痛。怪不糟糕。没有，说不定因为这么乱，好的你刚好都帮，你会帮得到你。哈哈，我乱跑。我是在称赞你啊，真的乱。我听不出来。听不出来哦。
上见一下。谁？你看，他干嘛？